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。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感谢神，这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怎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。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着了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。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
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。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。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，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，像那二人一样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。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，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。他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。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都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问拜基拉、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罗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。有友布罗、布田、利奴、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